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来过这个地方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第一次来，刚刚来迷路。天上圣母你好，我们的乐团叫做大象体操，就是动物的大象，跳体操的体操。趁着机会交换一下你们刚刚的那个收音工作。哦，有人发现这样子，你没有改变，那个眼睛。发现这两个，你们打算要怎么放它？这两个就我觉得很好放，就是放在哪里应该都蛮合理的，而且应该可以蛮突出的。它是大哥打吗？没有，它是。